còn phải linh hoạt đó. Nên sao để tôi hỏi cô chuyển chất.吃完饭，丈夫和小孩在自己的房间里。他一个人看连续剧。他出来。九点，片尾曲的时候，丈夫和小孩在自己的房间里。 没有声音。十点，丈夫和小孩在自己的房间里，没有声音。十一点，他没有说话。 今天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黑？但是好像天又快要亮了。其实。